哦，漏的，哦，按到电杆上都行。哎，没事了，你这后面哈都还有个，哈都还有个，嗯，哦，喂。对，这那个油菜吧？不是，我现在专门问你，它是芥末。芥菜。芥末，反正长得像油菜的。这哈气呢？对，我底下我是雾霾，是灰，那么大。走不到，没走过这边。可能是药材吧，你看人家有，那可是油菜。我咋看像是他那个是油菜，芥菜吧？你看这包，我啥都行。包谷，这是包谷吧？不像是。这是红。哎呀，早是包谷。你把我喂，你把我喂的还不自信了。药花苗。有啊，那边还有个搅拌机的。哦，这小苗。哦，这怕是能长下来个公棍儿，你看，应该就是这，这一般人不会盖这种房。你看他种地，他都在这原上出来。原来地也好种。这不我都是几斤。没有。这还给他们俩没包过，包过一手是种的。哎，我这没一手了，他种是包过。那没一手这种包。哦，你这好像不种豆子。不结豆子。我们那好像捡个豆子呢。你还有木耳，我以为呀，也很多的。哎，人家怕是个脚底的胡吃吧嘞？底下骨高咱那有水的嘞，那要个是从哪引过来的？哦，那应该是机器讲的。奶奶，你冷了，人家讲的呢？人家种的是有网的吗？啥网的没？有网的。哦。没好像种的词，你看没看这人在这？他知道，他们种的没，这人也才。你们怎么？